你给我说，你那一票投给谁了？那投给永生。哦，你三叔也信不过我了。你看看你咋说的了，这是？啊？三叔这事儿想过，你再当上几年村干部，能咋地了？啊？再说，永生很能干的。他还不姓罗家的人，罗家的人啊，罗家的仇人，你这个混鬼，你这咋说话？你不想想，这是年轻人的时代，也该让年轻人啊，撑撑台面了。那是，咋得让黄河水倒流呢？你这人咋的一说话就这么火药味儿啊？你三叔跟你说啊，过好安稳日子有多好？安稳啊？就怕安稳不了。哎，喂，这喂。谁给驼苗作业了？明天咱们这个行政就要开始了，明天咱们行政编用楼就开始了，谁给驼苗都要来这个楼上啊。进去进啊，进去进啊，我来说两句啊。今天呢是咱们老河口村大喜的日子，我在这儿呢，代表咱们大伙儿，感谢，对于咱们老河口村发展建设给予大力帮助的各方人士，尤其呢是要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，更要感谢的是利达公司对我们的大力支持。让我们热烈掌声，有请刘书记给他们讲话。乡亲们，修路致富，利国利民，我要代表老河口的乡亲们，感谢耿怀山董事长。现在，我宣布剪彩开始。
我祖祖辈辈也没见过，哎，我这一辈子还能赶上走这么好的路，老河口人再也拜不了酒了，咱也别买酒了。 变了，变了，老河口变了。哎，红莲，巴图大哥，红莲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我去了趟皮条沟，你呢？我刚路过这儿，哎。 今天怎么没卖豆腐去啊？啊，二妈，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那马红莲，又跟那蒙古男人在一起呢。你看，哎呀，人家在路上碰个熟人，说了几句话，你大惊小怪，作甚呢？啊，他要不是我们罗家人，我才懒得管这些闲事儿呢。二妈。 二妈，你看那个骚样吧！哎呀，你别胡说了。我看啊，我哥早晚得戴绿帽子。你说，河这边勾着一个，河那边又挂着一个，什么玩意儿啊？你就等着瞧吧，好戏还在后边呢。行了，别胡说了啊。你说呀，你这两只眼呐，整天盯着人家干甚呢？你说，有我。 川哥，过两天我跟二婶说说，你找个人家，你说行不？哦，浆水豆腐，2块钱一斤，刚出锅的浆水豆腐。看你弄的。 别理他，咱们走吧。你上了，你再给工作。快点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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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
大夫，大夫，怎么了？到床上。病人怎么了？脑袋磕到石头上了。哦，那你俩先出去吧。啊。我的豆腐车呢？他豆腐车呢？安静点儿。我咋就来到这地方了？你说我出去卖豆腐，过来个宝马车，后来这车上这突然间下来个人嘛，哎呀，你这个人有多高？站起，哎呀，我这站到这跟前，好像比我两个人都高。我一下，哎呀，这眼睛就跟老冒着金星嘛。后来我就往后退，退一退。我光当就躺着了，就什么也不知道嘛。等我醒来，还是在医院哈嘛。你再晃晃，头疼不疼？嗯，这头没事吗？行了，那你歇两天吧，过两天再去买豆腐。不能歇吧，我这，你看那个孔呢，愣牙头，一会儿
做出两锅豆腐来。那行吧，我陪你去。不用你去，你一去以后，市场上人又拿我开涮了，说有时候一个人卖不了豆腐。红莲，我没事儿，宝马车都没撞死我，没事。那以后看到宝马车，你可得躲着点。哦。哎呀，又过来卖豆腐来了啊！哎呀，咱俩不是钓鱼黑不啊？哎呀，谢了老哥。哦。这都起好了哇！哎呀，老哥啊，你也有福啊，哦，你也发财啊！豆腐，江水豆腐。村里有事儿啊？啊，嗯，这办厂的手续批下来了。嗯，这车是公司给你配的，算是吧。你把自己当砝码了？我这个小砝码，要是能给咱村换一厂子，也值了。找我啥事儿？听说马红烈要把咱们村的地卖了。嗨，就这事儿啊？这还是小事儿啊？老祖宗在黄河边给咱们留下巴掌大的一块地，他说卖就卖了，谁给他这么大的权利？二弟，这咋是卖地了啊？这是合作办厂。刚满河打来电话，人家耿总啊是宽宏大量，而且还给了咱股份。我不稀罕那生股份，是按你说的无偿的。他不是有钱吗？那么大一块地，让他拿钱。这事我想了好几天。老河口不是他马红莲一个人的，这不是卖地，是合作办厂，互惠互利。这事儿是村委会决定的，这跟人家红莲没关系吗？有事儿，我告诉你，你别跟他们瞎跳腾。一上台就这么毁地，你这个村主任是咋当的啊？二爹，你就直说吧，到底盛世。哎，有事儿，咱们罗家在村委会就你一个人了，你跟他说句话。你就说，大伙儿不同意。这我不能说，要说你去说去啊。我去要你干啥？啊？你还知道你姓什么？没见过你这么个没脑子货。啊，二弟，我先回去吃饭了啊。哎，回头咱们说吧。啊，我走了啊，走了啊。哎，看你那个样，你。哎呦，青剑魔，哎呀，你做饭呢？哎呀，红莲这些日子忙的呀，剩也顾不上。我给有福做口吃的，这福嘛，我也给他们烙块饼。哎呀，青剑魔啊，你看看红莲呢，是家里外头忙的，哎呀，真够难为娃的了。哎呀，青剑魔，咋说呢？这些年来呀，红莲嫁给我们有福，真是难为娃了。亲家，咱不说了，不说了啊！哎，我这饼还热乎呢，你也过来吃点。不吃，让有福吃吧。哎，
快给姨夫送进去啊！行行行，一会儿过来吃啊！哎哎哎，去吧。哎，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有剩那个熊样，熊样，这不长本事了？我就知道找他也没用，一个软货。哎，二弟，这个满河要是当上厂长，老河口不就成了他的天下了？啊，我又不是个毛狗，等着他来给我下刀子。就冲卖地这事儿，咱也得跟他没完。只要他马红莲敢在咱这儿开工建厂，咱就跟他对着干。咱老河口的地，凭什么让他来开？打蛇打七寸，你要是打在尾巴上，他咬你。哼，他徐满河要是把这一锤子事搞砸了，我看他再张狂。要想开工，你就让这车从我身上压了。哎，你是不想被活埋？我陶二兰可是有的是力气，你起不起？你说话不算。罗才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耽误工期，你得赔偿。少来这套，你不起是吧？来这儿捣乱来。起，来上。好来，来，你抓你，抓你，抓你！你个活人，你敢打我？不敢打你。你起不起？起不起？我敢打你！你起不起？快走！二兰，你等着，回头我再收拾你。二弟，大娘，这是咋了？陶二兰这个泼妇，把我裤带都给我揪断了。你不是整天嚷嚷你会武功吗？啊！哎呀，有三弟也是，闹，闹出了个圣人。哼，闹，再闹他就成了光屁股了。你说二爹现在咋办嘛？这是？咋办？啊！你先回。啊！这一出戏唱到最后才能定输赢。人家是村主任，是在人家那头呢。我也不是吃干饭的。我相信他们也闹不出啥名堂来。了不起就是给我徐满和一个下马威嘛。他们越这样闹腾，我们越要干出个样子，让他们看看。红莲，你可得挺住了。你放心，我不怕。现在过得咋样？日子过久了，我跟有福处得跟兄妹一样。他人善，对我也不错。有福是母呢，可他对我们家有恩。要不是因为他，我妈也动不了手术，也就活不到今天。满河，人要懂得知恩图报。你这都是跟罗家人逼的。他们逼的也好，
给我设的套也好，路走到那一步就由不得我了。谁让我们穷呢？当初要是有一点点的办法，我也不至于拿自己的一辈子去开玩笑。这口气我一直憋在肚子里，憋得我肚子疼。等工厂建起来了，等老河口的人都富裕起来了，等老河口的人不用像我这样为了钱把自己一辈子都搭进去的时候，我们的气才能顺。往开里想，这也许就是我们的命。命？命是个什么东西？老天爷他妈就是一个嫌贫爱富势力的小人。哥，看上了。不要脸的东西啊。行了。还看啊？不，你没看够啊你！走吧，看剩看，走吧。你看你那熊样吧你，趴那看剩呢。哥，不管咋样，你现在也是有媳妇的人了吧？那有了媳妇了，得好好看住，知道吗？哥，你下次得逮个机会，给那徐马哥给点颜色看，听见没有啊？哦。马红莲嫁了我哥，可他还老在汪家里招男人。你说谁家女人结了婚就在我们这乡下，结了婚还去张罗一些其他的？可是我们在村里边这个走访，村民啊，大家都说你哥跟你嫂子两个人还不错过的。表面上当然好了，从结婚开始到现在，我觉得我哥心里是最难过的。我觉得我哥不可能自杀。红莲。这7万块钱我早该给你了，可是当初我没这个能力，现在我有这个能力了，你把钱拿着吧。你拿回去吧，看着这个钱，我心里憋得慌，以后再别提这事儿了，我不要。红莲，你也知道这7万块钱一直堵在我们心窝子里，我一定把这口气出了。再怎么说，这钱也不该你来出啊，你拿回去吧，我不要。红莲，你就拿着吧。我不要！哎呀，这红莲，你这是什么？我不要，我真不要！那你不拿，你不瞧不起我了？这跟瞧不……马哥，你想干啥？没有，我跟红莲说点事儿。你说正事儿啊！有福哥，行了，有福哥，你误会，听我解释。有福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有福哥，马哥，你快走！哎，有福哥，马哥，你别吵了，快走！这是干什么？马哥，哎，有福，有福，你干什么？有福哥，你听我解释。有福哥，哎呀，不是什么呀，有福哥，马哥。快走，不然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你怎么这么不相信我呢，哥？你快走，你快走啊！你，你啊！你瞧不了呢，你啊！干什么呢，马红莲？马红莲，你把徐婉和招到家里，你想干啥？大白天的，我能干啥啊？你们俩是不是喝酒过想欺负我哥？你看到我欺负你哥了？废话，我没看见吗？我咋欺负你哥了？不要脸的东西你！你是不是想在我们罗家的炕上招野汉呢？你要不要脸呢？你有话你嘴巴放干净一点。我怎么干净了？你把杀手做成，你让我怎么干净了？我做什么了？你太要脸的东西。好，我说马红莲，你不是厉害吗？那我今天把人给你端这儿，有本事你把人欺负死。不要脸。
回老河口办厂，本来是一件好事儿。乡亲们盼这一天，不知道盼了多少年。可是我这心里头，一直是七上八下的。当时耿总说要在老河口办厂，我就想到日后会有些麻烦事儿在等着我。尤其是我跟红莲，工作上免不了接触，来来往往的一多，肯定会招致一些闲言碎语，甚至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唉，做点事咋就这么难呢？算了，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。为了老河口，为了这些灰头土脸的乡亲们，我必须把这些嫌弃忍下去。我相信老河口的父老乡亲，早晚有一天会理解我的。罗筐，你给我站住！罗筐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说，你为什么老欺负红莲？魏生，你去问马红莲啊！我就想问你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在家招野男人，招的谁你应该知道吧？满河，野了一手好戏，可惜你没看到。罗筐。你一个姑娘家老动歪心眼，你觉得有意思没？有意思，别人觉得有意思，我就觉得有意思，咋的吧？跟上了。唱大戏了啊？啊不，我走。光啊，你说你啊，一天到晚的跟有剩媳妇儿，没完没了的争争吵吵的，你就不怕别人笑话你？他有欺负我？你可拉倒吧！你俩呀是半斤对八两，谁也别说谁。你哥了？下午在家练铁头功，把自己伤得不轻，现在在家抹紫药水呢。二爹，这事儿你得给我们做主吧。就是，二爹，这马红莲、徐满河太过分了。可不是嘛，不要脸的东西，我就不信我搞不臭他们俩流氓。你把马红莲搞臭了，老罗家就香了啊？就是，那个傻丫头你。反正啊，这口气我得出。出什么出？往回走，把你哥安顿好了。今晚都消停些啊！快回吧！还不走啊！快快回吧！第二爹生气了，快回！哎，二爹，这就算了了，这做债做赃，做姐做双。你看见徐满河上了有福的炕了啊？还不快走！乖乖睡你的觉。快回吧！看你那个样。嗯。红莲，你快不用生气了。筐这丫头就是欠揍。我妈死的时候说过，等我将来娶了媳妇儿，筐这丫头肯定要闹腾。我妈说，不行，就让我扇她耳光子。红莲，你快不用生气了。你说让我打她哪儿，我就打她哪儿。马红莲跟你要这钱吗？不行吗？没有。那现在事过境迁好几年了，你还在为这个事情在费心吗？就想给自己有个交代吧。其实你真正的愿望还是让他把钱还给罗有福。是，我不想让他因为这件事情愧疚欠着别人。那罗有福跟他已经成为夫妻了，已经过了三四年了，你觉得还有这个必要花这笔钱吗？这可能在他们看来是这样，但在我看来不是。
一个马红莲要比罗玉福跟马红莲要近，是吗？当初我这么想过，时过境迁，恐怕一切都变了。还钱，没有这种还法啊！用七万块钱把自己给押上，要不然红莲生气了。咋了？我要不对了？当然不对，来，拿过来。都消停了，啊！我到红莲那儿看了看，院门啊锁上了，屋里灯也熄了，我看没啥事儿。明儿一早你再去看看，叫罗匡再别闹了啊！今天这个事也不是省油脸面的事，别再转着圈丢人。哎呀，你说那个满河也真是的，咋就不死心呢？那是冲着咱们来的，窝着火呢。哎，有才呀！你说半夜三更的在外边转悠啥呀？嗨，还不是整天跟从头那几个二赖子一块打牌。明天我收拾他，睡吧啊！啊，先睡吧。睡了吗？匡，我知道你是护着你哥，你怕我不跟你哥好好过日子，跟着满河跑了。匡啊，我是甚样的人，你真是不明白。满河来给我钱，让我还给你，可我没答应。你知道为甚吗？因为你哥救了我妈的命。你跟有福从小就没了爹妈，你们俩是咋样长大的，我们都看在眼里呢。匡，我知道你跟你哥不容易。我那时候就在想，我跟红亮可不能也没了妈呀。你哥救了我妈的命，我心里感激着呢。只要我妈好了，那比肾都强。匡啊，我就是有一千个、一万个不愿意，我也不会做恩将仇报的事啊。你别管，叔哥，来，我看啊，满河啊，
不能喝了，你该回去了啊！把盒听嫂子的，来来来，不不行，哎呀，你个二百五，我说好了，那再喝两瓶怎么？不能喝了。嫂子，我难得跟哥喝一回，只要喝痛快行吗？再喝就醉了，来来来，下。这有事儿。来来来，把盒来听嫂子啊，快快，你该回去了。嫂子，没事我就睡着。哎呦呦呦。没事，我就睡这儿了。嫂子，你嫌弃我，我就睡这儿。哎呦，我说我这大清这么恶心的地方吗？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好了，来，喝，接着喝，喝你。哎呀，啊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呦呦！你瞧，哎，哎呀，你看你当心磕在沙发上。慢着点啊！接着喝这么多，哎呦！然后我吐一下。哎呀，慢着点。这是满盒喝酒喝的啊，这把包也落这儿了。哎呦，行了，明天酒醒了再过来拿来吧。吃啊！哎，我不在这吃了。刘胜哥，你把钱给我拿上，我赶紧回县里了。哦，好。哎，二郎，你把钱放哪儿了？就搁那儿，你好好找找吧。哦，别急了啊。没有啊，没有。妞妞，你搁钱了没？哎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慢慢找。来，起来一下，我看。那个贵贵还有没有？我去看看。啊，别急啊。没吗？哎呀，你都翻遍了啊！啊，这是仔细翻一翻吗？嫂子，嫂子，啊，刘胜哥。你们也别着急了，我呢就先回县里，你们啥时候找着，啥时候跟我说一声。哦，走了啊。啊。有事儿？哎呀，有事儿，这找不见可咋办呀？这可咋办了？哎呀，就是，你好好想想嘛。你放的，你让我想想。就放这儿了吗？要不？快报警吧！快去吧，报警吧！啊！哎呀，你可先不要跟别人说啊！哎呀，咋就能没了呢？哎呀，我的天老爷，你说，明明就放在这儿了，咋就没了？这卖了房也赔不起，咋报呀？哎呀，你说这满盒。这算个啥事儿吗？办的！哎呀妈，你别叨叨了。耿总，耿总，耿总，你别晃来晃去的了，晃得我头晕。你快坐着吧。既然满河他们都已经报案了，这公安局一介入啊，这事儿很快就能查得水落石出。哼，人看着挺精的，办出这么糊涂的事儿。精，脑门子精。青筋呐，哎呀，都怨我，当初啊就不该借他钱，要不然哪有这么多麻烦。爸，你不能这么说满河，你不了解他。哦，你了解他，那好，那你说说，这钱的来来去去到底是咋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，反正我相信满河。
他绝对不会匆匆捣鬼的。他倒想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先不提了，等啊查出来再说吧。烦死了！哎呀，事情闹大了，红莲报警了。有差了，狗娃说进城了。进城了，进城干啥？哎呀，那我哪知道啊！赶快找狗娃。哦。哎，你可什么也不敢说，就说我找他有事。啊，行。宽五十。长1.65米。哎，三爷爷，警察都来了。1.8米。回去吧，啊。哎呀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回去干啥去啊？家乡的炊烟在你的梦里。